成功不是偶然的，成功是要付出很大很大的努力。而各位今天你们有机会了，请给 RIWAY 一个机会，给你健康，给你一个舞台，给你你要的荣耀，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让你变成一个更有价值的人。Kita nak percaya, kita nak lihat company itu sudah kasih berapa leader success. 仔细的看看这家公司，仔细的看看这一群伙伴，仔细的看看这间公司的文化。我也是一个平凡人，今天我已经改变我自己了。如果你愿意跟的话，我相信你都能够过好日子，同样你都能够创高峰。奉献自己，成就他人，把你每一天的自己都变得比昨天更正确。Tantangan terbesar diri Anda masing-masing. Jika Anda melalui tantangan ini dan melawan tantangan ini, Anda akan jadi pemenang selanjutnya. RIWAY 其实才刚开始而已，希望大家来到这边，共同努力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想要的未来。RIWAY 这家公司何尝不是一座青山？我很感恩的是，今天在这座山拥有这么好、这么多了不起的领导人，很多人都一直在贡献在这座山里面。RIWAY 这座山也非常非常的坚持，一直相信，一直坚持。他想要贡献回组织的那颗心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时机，让你在这个时候去突破某一些在绑住你的东西，害怕、恐惧感、懒散、懒惰、惰性，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把它全部破坏掉。只要你这样的念头，想要在RIWAY成功的话，只要你开口，甚至整个公司的所有人都想帮你，因为我们都是RIWAY人。真正的RIWAY还没有开始。可能在等你，可能真的是在等你。